今天好冷啊！你这两条头发这样翘上来的都不下去，弄一点水才能弄下去。吃饱了对吧？现在几点？7:51了，可以上学了。今天那个薄的被子拿回来，那个厚的你就盖哈。这帮帮整理好了。好好，谢谢你。他说我的档子有点乱，帮我整理一下。最近这两天都没时间拍视频，有时候就太忙了，然后有时候想要拍也不知道拍什么。最近反正视频的收益也是几十块吧，挺少的，所以有时候要拍没有素材拍就没有拍，然后有时候想拍又太忙了，所以就是这样两天没有拍了。今天我们这边还是挺冷的，早上起来感觉一秒入冬的那种，特别冷。我们家弟弟还在睡觉，快8点了。二姐已经是要过去学校了，我就不送她过去了，爸爸送你过去哈。只有放学才能接她，因为弟弟他睡得比较晚，我就没有过去。等一下过去，他睡醒了就找不到我了。今天要多喝一点水哈。妈妈当时帮你整理好了。好。妹妹吃完饭上来，看到我桌子上的单子太乱了，她说要整理一下。一般早上睡醒，我都是回复一下朋友们的信息，因为网上有一些他们太晚发过来，我没有回的，有一些是凌晨，然后发的陆陆续续嘛，我就早上起来先回复一下。然后再忙，我今天穿4个衣服。4件衣服对吧？对。今天冷啊，今天外面冷，然后就穿多2件。因为，你到时候去幼儿园，如果热，你这件外套可以脱掉，知道没有？睡醒就赶紧穿衣服哈，然后要喝一点温水，知道没有？水喝完了就让老师给你再加一点啊。老师叫我们自己去。那你会不会啊？会呀，水不会。那你自己会，你就多喝一点水，然后喝完你就自己去加就可以了。弟弟是个偷懒猪，还没睡醒呢，还躲在被窝里面。早上要去上水喝，爸爸就跟我一起去，然后要放学，你就跟我，你就接我。对呀、啊，放学了，弟弟睡醒了，我们没有什么事就去接你。你看现在弟弟在睡觉，我就不能走开。等一下一走开，他睡醒找不到我了，他又在这里哭，是吧？那我就先不要出去嘛。下午接你，放学也一样，对吧？还有弟弟也一起接你啊、哦。那你下去吧，现在已经是我看一下，8点了，你下去，然后就可以过去学校，不要太晚过去。没有了。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吧，过来，过去吧，还舍不得，还刚刚睡醒的，好吧，那你下去了吧，拜拜，晚上下午我再去接你哈，好，拜拜，好，加了，加好啊哈，好。这个妹妹好舍不得，落裤太多，等下不要换哈。这一家的面胶我留个几多，下去啊，爸爸好心情了，落裤。妹妹啊，落裤没有，爸爸好心情了，你爸爸叫我落啊妹。啊，弟弟给请你的，我就在路看哈。弟弟给那些门口请我的在路看哈。好。快9点了，这个还没有醒。快9点了，还没醒呢。一冷，立刻就得盖被子，还有穿的那件绒的那个睡衣。没有反应。公公给啥子念喂？昨天晚上睡觉好开心啊，给他穿这件衣服，他说很漂亮。
他喜欢这些公仔的，有这些图案的。姐姐，姐姐读书哦，姐姐啊，一睡醒就是找二姐。姐姐读书，等你来哈，让等个姐帮下好吗？好吗？哦，好吗？哦，可见喵喵很啊，幼儿园有一只熊猫，他很喜欢去那里摸它、看它，经常跟它拍照的。哦，阿露卡好吗？阿妈去玩啥了？阿露卡好吗？好吗？哇，酷！哦，喵喵，哎，这个喵喵，白鸡，这个是我们这里的走地鸡，非常肥的，这个人家养的比较大只的。这鸭肉一磅一盒，磅只一盒，也是很肥哈。看到这个鸭皮，这种全部都是大的，不是水鸭。这个是鹅肉啊，带刺的，带有刺的鹅肉。吃完饭，然后回复了一些信息，现在已经快两点了。现在，哦，来来来，这个乱七八糟的，啊，帮我拿枕头。你改过去，这个叫妈妈。改过去一个了，改过去一个了。这个现在不用睡午觉了。吃完午饭上来，我喝茶，然后冲茶给他喝，他就在这里玩哈。哦，好好好好。然后我要来剪个视频，让他拿个枕头给我，自己马上就睡下去了。晚上货来的太多了，然后我们也来不及发朋友圈，直接就立刻打包了，因为很多是省外的，现在天气比较冷嘛，有一些朋友选择寄那个慢一点的快递，邮费就邮费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找车发走。现在开始来剪个视频，在这里躺一下，让他拿个枕头给我，他马上拿完，然后就睡下去了。哦，他说上面还有一个，哦，好好好好好，给他，一上来就脱掉袜子。妈妈。哦，快叫快叫，烦死了这个弟弟，把所有枕头全部都拿下来。好好好，麦麦叫啊，还要拿这个球拍。哦，我是我叫叫叫叫叫。哦，全部拿给他，我才可以安心在这里，安静啊，才可以安静在这里剪个视频，不然他吵死了，老师要来喊我。嗯，一上来你看一下，袜子鞋子全部都脱掉的，地下那么凉，还不穿。这个呢？哦，玻璃玛丽呢？这个不？哦，他说这里没有一个盖子了，他啥都懂啊，他这里本来有个盖子的，他说这个没有，那个就有。哎，有没有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。跳苦苦不辛苦啊，妈妈做视频哈，加油声啊！